立法會主席。早晨，請各位議員繼續站立，等行政長官進入會議廳。我這些打機打慣機的 OK。好恐怖，我都緊張。行政長官。現在請行政長官先向本會發言。主席，各位議員早晨。昨天我在本會發表了行政長官2018年的施政報告。由於我在本會的發言只是一個重點的介紹，我希望各位議員都有時間閱讀過這個接近60,000字的施政報告，所以今天我選擇給充裕的時間各位提問，我沒有其他的發言。多謝主席。好啊，范国威言。特首，今年你的施政报告就用坚定前行、燃点希望就做主题，说要令市民安居乐业，但是你同时就公布大规模填海1700公顷，说明日大聚大渔这个计划，融千亿埋单，分分钟就是10,000亿，耗尽香港的储备。我話你唔係燃點希望，你嘅施政報告係燃燒儲備。上一年特首答問大會，我問過你㗎啦。喺施政報告諮詢期間，多次同你講香港嘅房屋問題癥結係境外需求、投資需求。我建議你實施限樓令，取回單程證審批權同埋檢討單程證配額。你做咩呢？不聞不問，全份施政報告對樓宇炒賣、人口政策不以不決不行，對醫療、安老、退休服務只是一毛不拔。過半數，你話200多項啊嘛，過半數的措施其實都是炒冷飯，對民生就冇急民之所急，拖慢板不放水，但人工島大白象咧就揮金如土，10,000亿咁樣倒落去。你有冇睇到我呢張喺北區醫院影翻嚟嘅？那些專科服務輪候的時間28個月啊，超聲波掃描要等28個月，香港市民看你耗盡香港人的儲備是去起人工島，你怎對得住香港市民？你是燃燒儲備。特首。多謝主席。由昨天發表施政報告到而家，事實上是有很多的討論的提問都集中在我提出的明日大嶼。明日大嶼的願景是為香港開拓更多的土地，滿足香港未來20-30年的發展。范國威議員提到說，填海範圍1700公頃很大。事實上在80年代末，當時的政府提出的玫瑰園計劃，包括是新機場，包括是新的海底隧道，即是西隧，以及是沿鐵路幹線而需要的填海的地呢，亦都好碰巧呢，亦都是1700多公頃的土地。大家可以想象，如果當年的政府沒有這個決心，排除萬難，因為我相信當時亦都有今日我們面對同樣的批評了，你花那麼多錢，當時還有一個回歸的問題，如果當日沒有做過這個決定，沒有迎難而上，今日的香港會是一個怎樣的香港呢？所以希望大家都是鑑估資金。至於所謂耗盡儲備，當然第一呢，這個是坊間講的數字，但是咁大型的基建呢都離不開呢是有一個龐大的投資，但這個龐大的投資不是一年使曬。如果現在我們的一個表達呢都是說今年是2018年，可能要去到2032年才有住宅可以供應，換句話說是講緊一個13、14、15年的工程。如果用你的數字5000億來到除，或者10,000億啦，就是要除呢10多年。今日特區政府每年經各委批准的核准的預算咧，
只是放在基建都過千億，每年都是過千億，但這一批的基建呢會做完的，是需要下一批的基建接上，這個也是盧偉國議員多年在議會提醒我們，基建有持續性，不能夠飽死餓死，令到我們的建築界呢是非常之焦慮。你往往都是將這些工作呢就跟人口政策甚至從單程證的來香港與家庭團聚呢是掛鈎，恕我呢就不會苟同了。至於在管理投資需求或者買樓的方面呢，過去已經推出了幾次的辣椒，事實上今天的數字是非永久性居民和是比額外的印花稅而買樓的數字已經控制到一個相對低的水平。我們在社會福利關顧民生的開支過去六年增加了 86%， 所以有時候看施政報告財政預算案很難看一年的，所以在福利開支已經在六年之間增加了 86%， 特別在你關心的醫療那裡已經是分兩期投放了5000億元，如果你擔心5000億做大嶼山，我們是先後投放了5000億元來到做醫院的基建，增加病床，重建瑪麗醫院、廣華醫院、起新的啟德的專科的綜合醫院，所以這些全部都是為香港未來的投資和為市民解困的工作。多謝主席。好，民意很清楚，昨日的民調是說你份施政報告是不合格的，以前殖民地政府大型工程有沒有今天你領導的政府沙中線高鐵這樣超支延誤失誤造假呢？沒有啊，你怎樣叫市民對你的政府有信心呢？你自己在選舉的時候都說過，當主流民意不支持你的話，你就考慮辭職的，你有沒有想過啊？特首，好像我今早在聯播那裡說呢，這份施政報告引起一定的爭議是我預期之內，因為要做事呢就一定是會接受有人贊成我們做事，要做更加多的事呢就會引來更加多人的就是在某一個議題的反對。這本施政報告呢，我基於我看到的反應呢，都是說我做得太多事，而且有些事都很大膽做，所以有這些工作引來了就著那個議題那班的利益者的反對呢是可以理解的。不過即本屆政府仍然會本住為市民做實事的迎難而上精神呢，是繼續推動有關的工作。胡志偉議員，在現在的中美貿易戰的環境下面，很多的評論甚至是親建制的商人都很擔心貿易戰是會殃及池魚，美國除了會對香港更多的貨品是徵收關稅之外，甚至最終可能會考慮是取消美國香港政策法。假如美國真的取消政策法的話，香港的特別地位可能會被動搖，例如美國可能會對一些高科技的產品是禁止出口來到香港，到時候香港作為中國對外的聯繫角色將會大受打擊。又例如在民生的事件上面，香港人到外地公幹、旅遊、升學都可能受到限制，就正如現在美國已經是限制內地留學生到美國升學，我們不知道到時香港會怎樣。就算美國不會一步到位，但只是宣布研究香港的政策法是否有效的時候，都會動搖投資者的信心，甚至引起撤資。所以我的問題是，特首在施政報告裡面只是提到香港簽訂了很多的自由貿易協議，只是講到香港是背靠內地就可以有很多的機會，透過大灣區的發展、一帶一路的發展就有很多機遇。但是我想問一下特首，你有沒有評估過，假如美國質疑香港一國兩制已經失效，繼而宣布研究取消香港政策法，究竟是會對香港有些什麼的影響呢？特首。主席，剛才胡志偉議員的提問，我希望他都是以香港的利益而作出這個提問。就對於今次中美貿易摩擦而對於香港的影響，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是未停過地去評估，是未停過地跟香港的商會去討論，亦都是未停過地推出支援業界的措施。
咁所以如果有啲商界認為我哋今次咧冇提供好多額外嘅支援咧，就因為佢忘記咗喺過去幾個月邱局長公布嘅一系列嘅措施。因為按住我嘅管治嘅風格咧，我話應該做嘅嘢，唔好等一年一度嘅施政報告俾特首去攞分。你要做嘅嘢馬上做。我呢度有兩版紙咧，係關於邱局長喺呢幾個月推行咗嘅各式各樣嘅措施，有啲係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有啲係香港按揭按證保險有限公司，有啲係降低擔保費、增加最高貸款額、延長貸款擔保期，呢啲全部嘅工作就係基於評估咧，係未雨綢繆咧，係做緊。咁所以阿胡議員可以放心咧，呢啲工作我哋會做。至於今日嘅美國嘅政府咧，往往都係會做一啲單邊嘅主意，我哋係非常有意見嘅，因為我哋係最支持自由貿易嘅其中一員，我哋亦都係世貿嘅成員嘅之一嚇。咁所以對有啲提出話會影響香港嘅事咧，我哋一定會據理力爭，亦都係等於我琴日喺記者會講咧，呢啲貿易同埋投資係互惠嘅。我哋唔係話喺美國度攞好多好處，係互惠嘅。我哋係美國全世界貿易順差最高嘅經濟體。香港現在有1300多間嘅美國公司在香港設立地區嘅總部、地區辦事處同埋本地辦事處，呢啲係香港同美國共同嘅利益，亦都係需要兩地嘅政府咧共同嚟到去維護嘅。多謝主席。胡志偉議員，特首冇答我嘅問題，因為大家見得到咧，係喺馬海嘅事件上邊，無論係美國政府、歐盟、英國、美國的政府、加拿大政府都分別發了聲明，這個史無前例地是提出一個很嚴肅的指控，就是擔心香港一國兩制的實施是不是能夠有我們的初衷，能夠確保到言論自由、資訊自由是能夠繼續在香港是很自由地流通。但是特首剛才你所回應的就當然是說貿易戰的部分，但我剛才已經問的問題就是，究竟特首有沒有評估過，萬一美國政府是就著香港的政策法是展開或者宣布是研究的時間，你有沒有評估過它對我們香港社會整體的影響呢？還有就是特首有沒有研究過，就是說這個的是胡志偉議員個提問的，你只是一個簡短的跟進，你已經跟進了，特首有沒有回答？主席，我都是跟進我的問題，因為評估最關鍵的就是究竟政府有沒有評估，不是一個長篇大論的跟進。胡志偉議員，胡議員的評估就是剛才所說的，我們跟美國有這樣的貿易，而且個順差是在他那邊，美國有1300多間公司在這裡，如果美國採取一些的懲罰香港或者影響香港的經濟、貿易、投資環境的工作，它都會受損。所以就要大家互相來維護這個互惠共贏的狀態。歐樂軒議員，林太早晨，你昨天就說希望反對填海的人不要以個人喜好凌駕27萬的家庭，其實上到樓又怎麼樣？小市民關心的是落街就得返藥房和金鋪，買個麵包隨時要23元，商場易手之後百物騰貴。你在港台施政報告諮詢的時候說過，公屋商場的資產賣出了之後，政府是沒有基礎介入的，即是不可以阻止領展無止境地賣場。施政報告其實你都有說要重建舊村，上次我向你提問的時候都說到，喂，你如果不買回那個商場的話，你是沒有辦法完整地去處理那個舊村的重建的。昨天領展放風就說要賣多10個商場了，林太，其實三座大山是不是說了當做了，現在掛著填海不用理三座大山了？特首，我不再爭拗了，這三座大山呢就不是我公開說的，但事實上對於市民，特別是基層市民的民生，我是非常關注的。所以在難以在私營商業的行為裏面我們作任何干預呢，我們就是要增建公共的街市。今次施政報告已經決定了選址在天水圍，
同埋東涌兩個相對係交通比較方便、係聚到人流嘅地方咧，就興建公共街市，亦都會喺未來嘅新市鎮，譬如洪水橋啊咁咧，亦都喺規劃嘅時候咧，就會增建公共街市。政府是接受咧公共街市俾市民咧，特別係基層市民可以買到多元化嘅新鮮嘅產品咧，係一個政府需要做嘅工作。至於在市民日常的公共交通嗰方面的壓力咧，我哋除了去年推出呢個免入息審查的公共交通補貼計劃，今年又再接再厲咧，就係、是、提出就係所有的專營巴士以後不需要再俾隧道費啊、過路費，咁啊將所有慳翻嚟嘅錢咧就係、是、回饋俾乘客。啊，點樣回饋呢？陳帆局長會再同大家介紹同埋聽大家嗰個意見。在領展出售的過程裏面，我說過很多次，現在再重申，只要仍然在我們有能力、有權力可以阻止有一些事發生，我們一定會用，但恐怕當年出售領展剩下給的權力和能力是非常非常之有限，基本上就是剩下一些對於福利用途你不能隨意趕去走，或者有些停車場是說明那些車位是給當嗰、那個屋村嘅村民用咧，你又要保證啊，咁所以就等於我哋唔會同意你隨意去分拆出售，嚟到去達至唔到呢個地契裏面嘅要求啦。所以呢啲工作全部都喺度做緊嚇，都係主席。林太，就其實有好多嘢可以用嘅，例如話土地收回條例咁樣啦。不過我哋希望跟進咧，不如跟進一下啲教育嘅問題。我今次留意到在施政報告裏面其實都有很多的關於研究的撥款啦，咁啊，但係其實你諗下，喂，我哋有一些的大專院校都是講緊，喂，有些教授退休60歲咁樣，咁就要逼佢退休。其實點樣留到人才呢？其實你承唔承認喺今次嘅報告裏面其實只係做研究興教學咧？歐樂軒議員，你只係做一個簡單嘅跟進，唔係一個新嘅問題。特首，你有冇回應？教育的院校裏面的聘用是院校自主，我不可以干預。雖然我是校監，但我都不會干預呢啲事嘅。而事實上，我哋對於大學裏面的支援近年都是有增無減啦，咁所以呢個工作我哋都會繼續進行。邵家輝議員。特首，首先感謝你啦，一路勞心勞力為我哋香港市民出力。在呢份施政報告話咧，即係尤其是喺呢個房屋嘅中短長期話咧，見到你好具體地咧，即係講咗點樣去幫到香港市民去解決呢個房屋嘅問題。咁我哋自由黨咧，好多同事咧，同香港市民一樣，都係好感激你，同埋咧係欣喜嘅。不過我想講，自由黨我哋除咗即係關注民生之外話咧，亦都係少數代表商界發表聲音嘅政黨嚟嘅。喺嘅施政報告上面咧，你可以見到即係是對於勞工階層咧，有很多不同的政策咧，其實都是特別傾斜於幫助喺佢哋嘅。咁具體有幾多嘅一連串嘅政策嘅話，如果一陣間我主席張議員撳到話咧，佢會再同你講講。不過我想關注咧，就係香港，正如你所講，要起房屋最緊要就係土地，做生意最緊要就係人手。我哋長期嘅人手其實都係唔夠嘅，失業率。就業不足率去到 2.8， 差不多全民就業，請個洗碗工個人工仲高過咧請個主任嘅，所以勞工嘅問題一路都解決唔到，輸入唔到勞工嘅話咧係做唔到生意嘅。特首喺呢一方面嘅話咧，你施政報告上面都係輕輕賴過，可唔可以具體啲，好似房屋問題嘅話，幫我哋解決呢個問題咧？唔該，特首。特首。首先好多謝自由黨邵家輝議員咧，就係正面咁評價呢份施政報告。正如阿邵議員講咧，自由黨向都係代表商界啦嚇。我亦都留意到昨晚咧，香港嘅各大商會咧都可能都幾罕有，即係發表一個好長嘅聲明咧，都係歡迎同埋支持呢份嘅施政報告啊。咁所以自由黨同商會咧都立論都一致啦。人手不足真係一個問題嚇。喺呢個施政報告裏邊咧，我亦都係承認咧，各行各業咧而家請人都好困難。但要輸入勞工咧，都要有一個比較好嘅環境咧嚟到去做。咁所以我點解今次要提出一啲改善勞工福利嘅議題咧？就係希望將勞資雙方長期爭拗嘅嘢咧，我哋一次過解決佢。咁大家就可以坐埋台去傾嗰個人手不足嗰個問題嚇。而且喺今次提供嘅俾勞工福利嘅嘢咧，
很多都是政府落水做的。第一就是在強積金對沖，我們已經是在一個終極方案呢提出300億元的落水方案，長達25年 的資助，所以我覺得已經是對商界來說是一個應該可以接受到的方案。在產假裏面的四星期呢，50,000元留下 的婦女員工就我們全數負責。我必須強調這個全數負責不是我們罕有的，我們研究過幾十個地方，很多原來去到產假都是政府承擔的，尤其是在新加坡，因為都覺得這個不是單是僱主請了一個懷孕的婦女要全數來對承擔。跟住那些是有關工傷了之後的復康，這個是對商界有利，我早點令到他復康了可以上班。跟住有關工業安全，大家都想工業是安全的嘛，跟住是我們自己的外判勞工的福利，所以我又看不到我又做了什麼事即影響商界很重要。但做完這些勞工福利的事呢，我相信今天在座都有幾位勞工界，即我就不會現在即要他去答應什麼事，不過我希望氣氛呢是會稍微緩和一點，跟住我們可以很認真很務實地處理人手不足的問題。多謝主席。邵家輝議員，特首，因為其實過往一路都係用緊咧叫補充勞工計劃咧，想去解決呢一個輸入勞工嘅問題，但係其實傾咗年幾年嘅話咧，其實根本都係解決唔到。各行各業嘅話咧，其實而家都真係唔夠人嘅。所以如果你唔諗一個真嘅新思維去做嘅話咧，同埋一個具體方案嘅話咧，即係繼續拖落去嘅話，商界係非常之痛苦嘅。主席，特首，多謝主席，我都好勇於採納新思維。同埋突破嘅工作嘅，我哋會喺呢個方面繼續努力。郭偉强議員，多謝主席。工聯會咧對於呢份施政報告嘅整體評價咧，就係願景美好嘅。咁啊，尤其是喺房屋入邊同埋土地入邊咧，無論係明日大嶼嘅填海計劃啦、中地嘅發展啦，以至到土地共享嘅開發農地啦，長中短期嘅鋪排咧都係有嘅。咁但係林鄭特首，我哋認為咧，就算係短期嗰個措施咧，個願景都要10年8載，太遠啦。對於而家21萬嘅住喺貴租、貴水、貴電嘅劏房户，以至到26萬輪候緊公屋，平均時間多過5年嘅申請者裏邊，佢哋嘅燃眉之急，你點樣燃點佢哋嘅希望呢？行政長官，多謝郭議員。我喺舊年施政報告提出嘅房屋政策有四個元素。一方面當然是按住長策咧，係增加供應，但係都知道呢個增加供應咧難以一步到位，咁所以都係要盡量善用現有嘅房屋資源啊。今次嘅施政報告咧，亦都提出咗有幾個由香港房屋協會同埋香港房屋委員會做，但係你話依個近水啦嚇，短期嘅措施有幾大成效，而家好難講。不知道究竟它有多大的吸引力。另外一個比較重點的呢，也都是首次破例讓整棟的工廈可以改建為過渡性的住房，這個也都是不知道的反應，但是如果做得到呢，那個量是會比較多的，大家可以想像整棟工廈多層的工廈改建做住房呢，那個數字是比較多。第三呢，我也都是按住六月份已經撥了9塊的地，由私營房屋轉做公營房屋，可以提供多16,000個單位。在未來的日子裏面，我都承諾咧，我任內咧，我會多調撥土地咧，係作公營房屋，希望能夠盡快幫助到有需要的市民啦。喺土地共享嗰個計劃，會係快啲定係慢啲，屬於短期定中期定長期咧？而家好難講，因為要等土地持有人提出個申請。如果申請相對是簡單，不涉及大型的道路基建或者其他的東西，那就比較是短期、近期可以提供到額外的供應，房屋的供應。總之可以跟各位說，在房屋的問題我們真的搞盡腦汁，希望能夠在短中長期都可以增加到供應。各位強員，多謝主席。林鄭特首，雖然我都明白你是搞盡腦汁，但會不會看漏了，就是其實之前有討論過的粉嶺高爾夫球場是不是可以用來作短期起屋呢？最多你將來覓地重置的，但是解決危急而未知急的房屋需要，究竟可不可以想呢？行政長，這個是選項，就是屬於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選項之一，亦都是相對是富爭議性的選項，所以我都是會期待，即係喺專責小組年底
咁上下時間咧交報告嘅時候咧，睇下個情況係點樣。不過從我嘅理解或者了解咧，呢片土地都唔會係快嚇，因為我已經聽到新界北區人咧，如果你嗰度起樓咧，先解決交通問題啊，咁就唔會快。另外又聽到啲鄉事講咧，裏邊好多祖墳啊，你要去搬我啲祖墳，唔會係快。第三，裏邊有好多古樹啊，呢度都有啲愛樹嘅人嚇，要搬呢啲古樹咧，亦都唔會快嚇。咁所以即係有陣時，大家看似好快嘅選項，其實唔會好快嚇。郭家麒議員，唔該主席，特首你賣口乖咧就相當之叻。香港人喺水深火熱、燃眉之急，咁梗係想等房屋去住啦。不過咧，你就用咗公民黨送俾你嘅沉迷基建倒錢落海。而家我哋嘅輪候公屋嘅人數27萬。去到2023年唔夠10萬個單位，我哋有好多個選擇。高爾夫球場170公頃，你唔做；私人發展商嘅農地1000公頃，你唔做；預留俾丁屋嘅900公頃，你唔做；中地發展超過700公頃，你唔做；仲有前發展局局長講2000公頃嘅閒置土地，你都唔做。你就揀咗一個係最貴等於賭錢落海的做法，連政府都交不到數給我們。如果我們的市民跟你玩的，你說的是跨越20到30年，不知道用10000億或8000億的做法，難聽一點說，這些是一些敗家的做法。所以今天網上說的就不是叫做明日大魚，它就說的叫明日大鑊，因為我們真的不知道怎樣去買這條數。特首老老實實，有這麼多選項你不做，你選擇這個做法究竟的目的何在呢？所以今天就有些市民就給了一個選擇題託我問你，你可以選擇你是一個敗家的特首，又或其實是一個騙子來的。因為這兩樣東西就是你給我們施政報告最大的啟示嘛，找香港人等你20-30年才上到樓，這10多-20萬人就跟你一路繼續玩這個基建，10000多億的基建。你作為特首，你怎樣向所有等著你有些熱切期望的市民交代？你不如跟我們說，你那兩個選項究竟是騙子、敗家，又或其實兩樣都是？我提醒議員不應該用侮辱性的言語去對行政長官說話的。主席，請你澄清哪一個字是侮辱他，究竟是騙子還是敗家？兩個都是可能是有侮辱性，我希望你收回這兩個字眼先。我收回敗家或者騙子，你都未給他答，他可能說兩樣都是呢。主席，等我答。行政長官，阿郭議員的難聽說話呢，我大大話話聽了10多年了，今天很溫和而已，他試過走出來都扔我，是不是找錢扔我，所以呢今天很溫和，我可以答，我也不介意你那些說話。你提出的選項呢，每一樣都在做緊或者在研究緊，在今次提出的4個相對我認為呢是有足夠的理據，可以不需要等土地工作小組交報告，預先講嗰個前景、嗰個未來咧，亦都包括有中地，亦都包括中地。但我亦都要同大家分享咧，中地嘅發展係非常之困難，亦都係經歷多年，又唔係快。我全部都有自身嘅經驗，你都記得我做過發展局局長。2008年，我喺呢個會度啟動咗新界東北發展。當時可能話2015年、2016年就入伙㗎啦。而家呢個新界東北發展咧，改咗名就叫古洞北上水粉嶺，一塊地都未收，一塊中地嘅地都未收，我都唔知幾時咧可以見到入伙，而且而家所有好多嘅中地已經入咗我哋嘅規劃研究，係會用好多即係政府嘅行為咧嚟到處理。進一步嘅中地係嗰啲喺規劃以外，好分散，亦都好多作業嘅，譬如即係愛嚟儲存啊，或者做緊拆車啊、儲存車胎，
那些都是經濟的活動的，都有作業的人，所以政府都要想通怎樣處理。但我們現在很積極想，現在今年年底，黃偉麟局長答應今年年底有關兩個前期開展的棕地研究就做完，我們一定會有一套策略怎樣來發展棕地。私人土地咪又是其中一個選項啦，即係又叫做即係你又唔中意個名啦，土地共享嘅先導計劃，但呢個計劃咧已經係歸納咗好多係唔同人嘅意見，寫出咗呢四大嘅原則，去確保咧係以公眾利益為優先嚇。咁所以我所有工作都做緊，高爾夫球場頭先答咗啦，又等佢哋個專責小組做完之後咧。我們一定是會跟進，對於香港未來的發展我是充滿的信心，我覺得無論在經濟、社會、民生，我們都有條件為市民締造一個更好的未來，所以必須要下定這個決心開拓更多的土地。多謝主席。郭家麒議員。主席，你和我計數，特首我又和你計數，97年拿走了個啟德機場，現在去到21年政府還在這裡賣地，你賴香港人，又話賴政府做得不好。不過呢個不是最主要的問題。那18000億呢，就會將我哋僅有的所有的儲備，包括連公務員退休儲備金都要使曬，先至還到數，都不是一個問題。政府自己東北發展、洪水橋發展、元朗南，再加上東涌，是有792000個人可以住到。自己統計處計到最高的人口是822萬，現在我們744萬加了下去是有突。你告訴我將來的人工島住110萬是甚麼人來的？是不是新香港人？行政長官，沒有一個概念叫新香港人，沒有一個概念叫大灣區人，我們做的每一樣東西都是為了香港市民來做的。雖然郭議員不想我回答啟德，但我跟你追即回舊帳，啟德的搬遷了機場之後，即係延誤多年，其中有一個填海的問題。我記得你當年都捍衛填海，我都對你有些敬佩的、當年，所以呢即係我們都決定了做完中環灣仔繞道呢就不再填海。但是每一個時期去做發展呢，都有新的訴求、新的社會的盼望，政府就要回應，就要改一些計劃來到遷就、所以不要讓事都是即係歸咎於政府不做事。我又跟你計下數，關於錢，今日我哋每年的開支咧係高達5000多億嚇，淨係基建的投資咧，由我做發展局局長的時候不到200億，今日咧就係1000億。財政司司長和政務司長最近都喺網誌講咧，嚟緊睇落嚟咧，我哋都有能力，亦都有咁嘅項目咧去做呢啲工作。所以而家係需要持續去做香港嘅基建發展啦，無論係5000億、6000億啊，都係喺一段好長嘅時間，係攤分10幾年嚟去做。咁啊，攤分10幾年，每年都係咪就係400-500億咯嚇？今日嘅1000億係會做完嘅一天噶嘛？咁所以呢批新嘅基建工程，咪納入去下一個階段嘅基建工程，去持續一個穩定嘅建築嗰方面嘅情況咯嚇。所以不要將啲數咧就一嚿咁就聽日使曬個儲備，聽日使曬啲公務員嘅長俸金咁樣嚟到嚇市民。鄭永信議員，多謝主席。即係發展土地咧，就係方方面面嘅，乜嘢都要諗。咁啊，淨係搞分化同人身攻擊咧，我就覺得冇用嘅。我想問下行政長官，市民咧，尤其咧係110000住喺不適切房屋，包括㓥房嘅朋友咧，都希望咧可以短時間裏邊咧係改善居住環境嘅。除咗係未補地價嘅資助房屋去出租之外咧，另一種可以短期增加房屋供應嘅咧，就係過渡性房屋。而我相信咧，未來幾年咧過渡性房屋嘅需求咧係會十分之殷切嘅。我見到政府咧喺容許今次改裝嘅工廈之外咧，就未見到更加積極咧揾可以用嘅土地啦。喺過渡性嘅房屋嘅政策上面咧，係涉及單位嘅供應同埋選址嘅問題。我想問下特首，就住過渡性嘅房屋單位數目，會唔會有目標同埋時間表？同埋你手頭上面有幾多塊嘅土地咧，係已經準備就緒？行政長官，按住我嘅要求咧，即係話喺長期供應未到位嘅時候咧，我哋要善用資源，包括係現有嘅房屋，亦都係包括如果有土地可以短暫作為過渡性房屋嘅用途啦。但係好難有一個指標，因為事實上好多唔係我哋完全控制得到啊，要嗰啲土地嘅擁有人，或者係嗰啲房屋嘅擁有人咧，或者工廈嘅擁有人咧，同我哋合作。
不過與其再咁時常去爭拗，究竟我哋係想起多啲定起少啲，不如我而家咁提議啦。既然運房局陳帆局長已經成立咗個專責小組，係配合推動過渡性房屋，請在座各位議員、各位政黨，你見到邊度你認為可以做過渡性房屋？大體上你個區係同意喎，即係唔好整啲俾我哋咧，就俾區議會鬧到即係飛起，係同意嘅，你交俾陳帆局長。陳帆局長會就揾呢個專責小組去睇，如果係得咧，我哋就做。錢唔係問題，有人話叫我哋擺100亿幾多億，錢真係唔係問題，我哋實諗得通點樣去揾啲錢咧嚟到起呢啲過渡性房屋。請大家幫幫手去揾呢啲地，揾呢啲樓出嚟咧，我哋一定會跟進啊。鄭永信議員。係，主席，我哋都有個建議嘅。民建聯咧早前咧就喺深水埗欽州街西同通州街嘅交界咧有一塊地政總署嘅臨時用地，我哋估計咧就可以起超過200几个單位嘅。咁啊，政府會唔會可以就上述選址咧係進行研究啊？請阿鄭議員交俾阿陳帆局長去研究稍後。謝偉全議員，多謝主席。主席，特首，首先咧，我想讚下今年嘅施政報告主題。尤其是係堅定前行呢四個字，其實大家都知道，香港喺過去咁多年咧，都係停滯喺政治嘅爭拗，立法會又拉布。我哋其實係好需要繼續向前行，係唔可以再蹉跎歲月。所以我認同特首講，我哋係需要議而有決，決而有行。就房屋土地方面咧，施政報告提出調整公私營房屋嘅比例，推動明日大嶼同埋呢個其他建屋規劃，我其實係非常之支持嘅。呢啲亦都係過去我一段時間不定嘅時候喺唔同嘅場合提出嘅建議。不過特首喺交通方面咧，你係提出咗唔少嘅建議同埋措施。包括咧就係嗰個海底隧道嘅收費調整啊，豁免專營巴士嘅隧道收費，增加一啲商用嘅泊車等等。不過我覺得呢啲可能都係流於小修小補，對於整個交通方面嘅規劃同埋長遠嘅策略，係喺呢方面咧似乎冇乜着墨。所以我想問一下特首。自從1997年我哋做咗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之後咧，因為佢涵蓋只係去到2016年，而家都2018年啦。咁我想問問特首，喺你任內會唔會展開第四次嘅整體運輸研究咧？配合翻我哋高鐵、港珠澳大橋呢、這個，仲有蓮塘、香圍園等等嘅。同內地城市的接連，令到我們香港的發展更加能夠融入國家大灣區的發展。行政長官，多謝謝議員支持施政報告的內容。就謝議員提出那個運輸的網絡那方面，有了明日大嶼和其他的工作，事實上是需要很宏觀策略性地再看香港的鐵路公路的網絡應該是怎樣。但是是否要用一個以前叫做整體運輸研究，即係 comprehensive transport study 的形式去做呢？我們就要研究一下。但是看呢就可以答應你呢，一定要看的，因為多了這些鐵路啊、公路啊咁，所以整體的情況呢一定是會看。但是用什麼方法來去看呢，就運房局會研究了呢再跟我們討論。謝偉全議員。多謝主席。多謝特首，你都會考慮去研究一下啦。咁就嗰個三條海底隧道嘅分流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咧，紅隧同埋東隧咧，其實而家嗰個車嘅流量已經超乎咗佢個設計嗰個容量嘅。咁雖然西隧咧都有即係少少方面呢方面嘅呢方面嘅可以係容許更加多車通過。但係整個嚟睇咧，唔單止係睇隧道嘅流量咧，其實隧道出入兩方面的銜接的交通那個聯繫都很重要。其實現在大家都知道呢，西隧呢，尤其是在九龍方面的出口呢，其實交通很重要，所以在這方面呢其實都要同時研究的。其實長遠來講，剛才講研究了，
特首，你會研究一下？提醒你，即係一個簡短嘅跟進。研究一下，主席，我就係研究一下咧，係我哋冇需要咧，再有第四條嘅海底隧道啦。行政長官。這個亦可以在我們在策略性整體的、運輸網絡的時候再看，不過既然謝議員提到關於三隧的問題，我都多講兩句。現在紅隧和東隧的擠塞情況是嚴重的，尤其是影響到一些根本不是過海的車，大家如果揸個車經紅隧都會見到隔離，其實人家都不是過隧道，但都可能塞了在那裡。所以我們也是迎難而上，即是已經談了這麼多年，有沒有辦法可以即是由西隧分擔一下，因為西隧的即是設計的量都未到，而且呢隨著中環灣仔繞道開，用多些西隧就不會出現了個塞死中環的問題，因為它可以走繞道就直接去西隧。所以我們覺得這是一個時機，一個好的時機，就很認真去處理這個是否能夠達至三隧分流的局面，起碼在西隧回回來給政府之前，即是2023年的8月之前呢，都可以舒緩現在的交通擠塞的情況。經過我們真的研究了大半年，也都跟西隧專營公司談了幾個月呢，又談出了一個方案，這個方案將會交給立法會告訴我們可以做定不可以做，因為它涉及到紅隧和東隧要稍微加價，然後西隧減價，按住我們的顧問的研究就可以起到適當的個分流的作用。多謝主席。張華峰議員。張華峰議員。多謝主席。現時的中美兩國之間的角逐表面上是貿易戰，但是內裏的情況是非常之險惡的。這個角逐是涉及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和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之間的實力的比拼的，這個不是區域性的風暴，而是一場席捲全球的超級金融風暴。我在這裡不是危言聳聽，而是以我累積的經驗告訴我們，這場超級無敵金融風暴正在逐步的形成。美國昨天跌了800多點，香港跌了1000點，指數比87年股災還要多。美國的期貨在香港時間再跌了幾百點。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外匯無管制，資金自由出入，而金融安全是關乎我們國家的經濟命脈。我想問問特首，你會不會好似應對這個颱風山竹咁，成立一個專責委員會或者專責小組，嚴陣以待，避免本港的金融市場受到外圍的影響而出現了恐懼性的拋售？行政長官。張議員提的有關外圍經濟對香港的影響呢，是提得適時的。事實上我們的評估呢都是會相當嚴峻，現在未浮現出來的，而且這個影響呢或許不是局限於在出入口，可能真的會進入去波及到國際的金融的市場、投資的活動、資產的價格諸如此類。所以在特區政府裏面呢都是嚴陣以待，除了邱騰華局長，因為他是負責商務及經濟的工作，會跟商會緊密合作，財政司司長都告訴我他差不多天天都看著，包括同金融管理局啦、其他嘅監管嘅機構啦，咁所以即係張議員係你提點我哋做呢樣嘢係啱嘅。究竟係要用一個小組，就用我哋現行嘅機制咧，或者呢個留待財政司司長嚟到去研究。尤其是大家如果記得我當年舊年我成立行政會議嘅時候咧，我講過咩？我話特別喺行會裏邊，而家有幾個好重金融嘅非官方人員。就是因為我就預見，如果在我這屆裏面出現了金融的問題，都有更加多有智慧、有經驗的人，包括任志剛先生、周松江先生、查史美倫女士和陳志思，所以已經涵蓋了在金融的多個領域，他們也都會在行政的會議裏面或者在會議以外是向我們提點，究竟要怎樣防禦香港的金融的穩定性。多謝主席。張華峰議員。特首，即我想問你有沒有跟金融督導委員會探討過現時的階段有什麼具體的措施可以做，
確保我們金融安全和港元的穩定，不要讓大鱷有機可乘，再次來港賺食。多謝主席，我想張議員是說由財政司司長主持的金融領導委員會，是吧？ Financial Leaders Forum 裡面呢，就是當然這個都是在我上任之後成立，裡面有我們相關的官員，包括劉怡翔局長，也都有包括所有的金融的監管機構、金發局、其他的人士，所以金融的領導委員會一定是會認真探討、嚴肅跟進這件事。不過恐怕這些比較金融敏感的事呢，就我不適合在這裡講得太多了。李國麟議員。多謝主席。主席，昨天呢，特首讀完施政報告之後的下午，我們抽到呢差不多起碼多過十個電話，即刻打電話去問。問之後，如果第一件事要講的多謝特首，因為呢他們說多謝你將十個星期的產假變成14個星期的產假。跟住佢哋又問啦，佢話：咦，點解好啊？好事喎、啊！咁當然啦，我啲會員都基本上都係女性多啦嚇。咁咧就佢哋問咧，就係話：咦，點解就係得個大約係4% 到嘅公務員咧，可以即時受惠到呢個咁好嘅嘢咧？咁佢哋話：咦，我哋喺醫院管理局啊，或者其他公營機構，甚至係非政府機構做嘅一啲即係女士，譬如話即係大部分啊護士咧，都有醫護人員啊，或者社工啊咁樣。咁佢哋又講啊，就話：咦，會唔會其實醫院管理局都可能咧？是透過特首一些講法，譬如話你有一些行政通告啦，指示呢個醫院管理局或者其他非公營機構或者公營機構咧，就係、是、可以咧，就係、是、將呢個咁好嘅十個禮拜變14個禮拜嘅產假咧，佢即時生效咧咁樣。但係佢哋有個擔心喎，佢話上一次山竹嚟到，特首都講到大家咧僱主要互讓互讓，但係醫院管理局嘅大部分員工咧都係俾人扣鐘扣假嘅。咁我話會唔會你行政指令冇牙力㗎？佢醫院嗰個入唔得㗎。咁不如特首可唔可以再承諾一下，就係話你除咗有行政通告俾咗醫院管理局或者公營機構，等我哋可以即時咧嘅僱員咧係可以做到呢14個禮拜產假受惠之餘咧，都準備申請俾佢哋咧係有個支援，等我哋可以有足夠嘅支援係請人啊，甚至可以支付呢啲薪金咧咁。唔該，主席。行政長官。多謝主席，多謝李議員，歡迎我們對於產假嗰個嘅改善嚇。喺產假嗰方面咧，因為佢係法定嘅產假，所以要通過修訂條例咧嚟到去落實。但係政府本身係一個僱主嚟嘅嚇，我哋有18萬多個僱員，仲有一啲其他嘅政府嘅僱員，即係非公務員都係我哋僱員嚟嘅嚇。咁所以我哋只係做一個咧，就係以身作則啊，提早。嚟到去做嚇，等於當年嘅侍產假咧，如果我冇記錯咧，我哋亦都係唔需要等修訂法例，事實上嗰條法例都唔適用於政府噶啦嚇。咁所以今次其他僱主咧，我都係會呼籲佢哋咧，既然政府都帶頭啦，喺可能嘅範圍之內嚇，因為每個僱主有唔同嘅情況嚇，佢都可以響應啦，都係提早唔需要等法例嘅通過咧，係俾佢哋有多四個禮拜嘅產假嚇。令到佢哋嘅婦女嘅僱員就係更加可以照顧到自己嘅身體啊，可以同佢個嬰兒咧相處耐啲，從而對呢間公司即係對佢個僱主咧嗰個向心力又大啲啦嚇。咁我哋都會作出呢個呼籲，但如果你要求我去代替曬呢啲政府嘅公營機構嗰個僱主嘅角色，由我去指令咧，恐怕呢兩就唔係好適合嘅行為嚇。李國麟議員。主席啊，都係特首個答案啦。咁但係其實即係我相信咧，因為呢啲公營機構咧，其實個錢都係政府嚟，所以我哋嘅朋友都講嘅就話，政府可唔可以喺呢度咧？你又話講以身作則，我哋真係好開心。你可唔可以喺度就話你準備咗一嚿新錢俾佢哋捐咧？就是、好似你哋政府咁咧，應付呢個產假嘅開支嘅，咁我哋可以即刻去做到呢樣嘢，又唔好等佢有藉口就話、哦、我慳錢或者我冇錢做啊咁咧。多謝主席，行政長官。醫院管理局咧，我相信佢有足夠嘅資源咧，可以履行一個僱主嘅行為嘅。如果事事僱主作咗個決定都係政府埋單咧，就亦都有違我哋審慎理財啦。譬如我知道，我唔知道公佈咗未啦，本會嘅立法會都希望俾立法會嘅秘書處嘅僱員如果係懷孕嘅婦女咧，可以多呢個四個禮拜。我相信本會。都不會向政府申請額外的即財政來到去履行這個好僱主的責任。張超雄議員。特首，剛才你說粉嶺高爾夫球場
就是土地供應小組的18個選項之一，所以你就留返他們再談。但是其實這個人工島呢都是他們的選項之一，但是你就很清楚拍了板，而且呢那個人工島的規模呢比土地供應小組的說法2030+的說法呢是大很多。不過我今早聽你說呢，你的解釋就是說土地供應呢是不能夠等，但是在現在我們見到很多社會迫切上的議題都不能夠等，病人的藥物不能夠等，癌症病人或者一些罕見疾病的病人那些藥物都不能夠等。在脊髓肌肉萎縮症這方面，我多謝你是很快的回應，但這個是其中一種，我們還有其他很多的疾病。另外你在施政報告裏面說兒童之家你會加四個，即是32個宿位，但現在我們有300-400個這些小孩子是不能夠在自己屋企的環境中照顧他的，現在在等這些宿位。輕度智障的兒童之家排期是講緊接近3年，還有幾十個小朋友在醫院裏面沒有醫療需要的，因為安排不到住宿服務，現在就滯留在醫院。我們有近4萬個長者等緊資助的安老院舍，你說未來5年買5000個位，我們現在有4萬人等緊，去年 等候期間死亡的超過6000人。如果講到殘疾院的輪候期更離譜，嚴重智障的、嚴重肢體傷殘的等17年、等18年。主席，我們運用我們的資源的優次，你會是將幾千億我們的公帑放進這個人工島，但是我們現在面對這些水深火熱是等緊救命的、等緊即時照顧的這些老弱傷殘的病人，今次施政報告你做了一些，但是他們的你怎樣燃點他們的希望，你怎樣用你那個宏大的人工島去向他們提出一個切實的到位的援助。行政長官。多謝主席。如果張超雄議員有留意，他剛才說的多樣是輪候時間長的服務呢，都需要有樓房的配合，不是就這樣花錢可以解決得到。反之，如果是沒有樓房的需要的服務，可以即時加強，這份施政報告提出了不少，譬如大家都很關心，你都很關心啊的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因為他已經在學校裏面了，我們為他加強那個支援，我們投放8億元的經常性開支，在幼稚園裏面，由幼稚園的所謂到校的支援計劃，到這個小朋友入小一那個過渡的安排，怎樣能他加強去適應，因為沒有樓房的涉及，我們羅志剛局長在研究怎樣令他過渡入去主流小一學校呢，都可以做好一點。但一涉及樓房呢，那問題就出現了，因為真的樣樣都不夠，所以我今年為何將房屋及土地擺在這麼前獨立成章，還早過在經濟、社會、民生、宜居城市呢，就是沒有地是空談，如果沒有地所有東西都是空談。所以為何大嶼山是一個給大家的願景，不是就是經濟的願景，不是房屋願景，都是民生改善的願景，就是有了大嶼山新增的土地，或者不在大嶼山，總之有了新增的土地，我們就有這個空間。有人問，今朝問他知道個情況，所以問，因為有些地都不是起得樓的，為何你都填海呢？譬如龍鼓灘，譬如欣澳，這兩個填海的地點都是起不到樓的，因為環境的理由、其他的理由。但是如果有多了新增的土地，我們就可以走位了，我們可以將市區一些非住宅的用途搬去新增的土地，住宅的地就可以起多些社區的設施、安老的設施，到時不但只有能力可以解決到輪候時間，亦都可以處理到你來見我講希望那個人均面積可以增加，老人家入了院舍，他多些地方可以舒展，照顧他的照顧者亦都多些地方可以服務他們，這些全部都是沒有土地留為空談，
所以希望張議員本住你對於弱勢社群的關心，你都支持我們在開拓新增土地的工作。張超雄議員，主席，就算黃遠輝呢都承認呢，在今次的土地供應裏面呢，其實社福設施呢是沒有擺咗落去規劃裏面，所以如果你要增加土地呢，請你真係將社福設施擺埋落去，有預早嘅規劃。而我頭先嘅問題呢係話，我哋今天面對緊呢啲困局嘅，喺劏房入面，喺劣質院舍入面，或者喺社區入面急切等緊服務呢一類嘅人，你點樣燃點到佢嘅希望？你係咪可以都好似你剛才咁樣呼籲，如果我哋真係見到有空地、有閒置嘅設施，你係咪會願意將呢啲嘅設施或者土地咧，盡快嚟到提供到俾一啲答案、一啲嘅服務嘅設施俾我哋急切需要嘅人？行政長官，主席，我回應兩點。第一咧，你嗰個觀察係準確嘅。喺而家時常話香港只係欠1200公頃，起碼係到2030加咧。其實有些東西是未包下去的，所以為什麼我都聽了很多人認為，包括寫評論員說你遠遠低估了香港土地的需求，就是很多的社會設施是需要更大的空間，所以也請你繼續支持我們開拓新增土地的工作。在那個如果大家找到有些空置的樓房或者是土地，我真的歡迎你提出。事實上羅志剛局長呢，即係勞福局局長咧，將會重新啟動一個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嘅計劃。我哋幾年前推出呢個計劃咧，已經有幾十個項目，有啲已經興建，有一個已經起好添啦。我哋好願意咧，再係重新啟動呢個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嘅。咁所以同樣頭先係呼籲啦，如果大家見到邊度啊，呢塊地得一間一層嘅一個社區中心，一個即係青年嘅會所，不如重建咗佢啦。請你提出啊，周浩鼎議員。特首，首先呢，我想多謝你呢，在今次的施政報告呢，是正式決定了在東涌市中心現有範圍興建這個公共街市，這個呢是認真回應了很長期的訴求，這個我都希望真的親自多謝你。我想問的問題呢，就是過去呢，我們一直都說呢，大嶼山接駁港九呢，現在都是單靠一條青嶼幹線，那這個呢，我即是姑且稱為即是獨孤一味的，如果有什麼事呢，交通道路咧就隨時癱瘓。咁當然我都係慶幸聽到咧，施政報告講咧，就係今次東大嶼都會嘅人工島咧，都會配置道路同新嘅鐵路咧，去接駁大嶼山啦、人工島啦，同埋港九市區。先有路後有人咧，就一直我哋認為咧都要咁樣做嘅。但關鍵咧就在於時間。目前咧新界西包括大嶼山、東涌人口都不斷膨脹。其實是需要有更多的管道通出去市區的。特首，我就想問一下，其實有沒有任何的條件可以在人工島落成之前已經有新的管道可以接駁到大嶼山通道出去市區呢？例如現在我們研究緊、做緊、政府做緊研究的11號幹線呢，去年我在財委會就要求他們要包含埋研究埋青衣至大嶼山連接路。我留意到呢，特首你施政報告裡面有個圖都畫了這條線出來的，我就想問一下特首，這個青衣至大嶼山連接路能不能夠再快一點，還有可以呢是有到一個時間表。青嶼幹線呢已經成為瓶頸了，如果再沒有新的管道增添通出去市區呢，我恐怕會變成一個死症。謝謝特首。多謝主席。我相信咧，周議員提嗰個咧，就會喺我剛才回應謝議員嘅時候，整體策略性再睇下嗰個鐵路同埋公路嗰個網絡咧，我哋一併考慮啦嚇。但事實上如果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咧，大嶼山已經唔再係一般人認為喺香港最西邊一個島，佢將會係成為一個雙門户的情況，因為在現在只由青馬過來的北大嶼山公路，我們很快就開港珠澳大橋，而且應該已經我想再過一段時間就可以開屯門赤鱲角那條隧道，再在我們明日大嶼裏面由交椅洲接駁去港島北，其實是一個四通八達的局面。
咁所以點樣用好呢個四通八達嘅局面呢，就係、是、正正我哋希望今次能夠聚焦嚟到發展喺大嶼山呢一帶，但同時間我哋會保護曬大嶼山啲綠化、郊野公園啊、海岸啊嗰啲嘅，因為你睇到我哋嘅策略咧都係五條線咁並進啊，但係交通一定係最重要嘅，因為過往一段日子咧，好多地方都係因為交通不足咧，就難以可以發展啊。多謝主席。張浩鼎議員。特首，我絕對同意的，所以我都剛才都說呢，就是希望就是先有路後有人，這個希望都可以改變到過去一些舊有的處理的思維的。謝謝主席。謝謝主席。許智峯議員。特首，外國記者 Victor Mallet 被入境處拒絕他的工作簽證，這件事正面衝擊香港的新聞自由，也是破壞我們香港的核心價值，事件亦都受國際社會咧係廣泛批評，但係特首，你嘅選擇就係公然話俾公眾聽，呢個係慣例啊，我唔解釋嘅。咁你覺得市民係咪信服咧？但係你又忍唔住講落去喎，你話唔會容忍啲破壞國家安全嘅事發生啊！嗱，特首今日我就請你咧唔好曖昧，你鄭重話俾香港人聽，喺呢件事上面你解釋定係唔解釋？點解拒絕呢位外國記者嘅工作嘅簽證，唔俾佢喺香港工作呢？行政長官，多謝主席。我咧就政務司司長啦、保安局咧都多次係講咗，呢、這個唔係態度是否曖昧嘅問題，呢、這個係立場一致嘅問題。入境處係獨立咁處理出入境嘅事宜，亦都就住每一個關於簽證嘅申請咧，係按住法律政策同埋每一個個案嘅情況作出嘅決定。作出嘅決定咧，慣例亦都係唔會向外公布每一個決定嗰個嘅理據。呢幾日我睇到好多嘅報章都自己去做研究，發覺外國都係咁啦。大部分國家佢拒絕好多，包括亦都係可能係傳媒嘅人士嘅入境咧，都係用同一嘅政策。所以就並不存在話我哋特登去曖昧唔答你嘅問題。而你引述我嗰個咧，我當時係特別澄清或者重申咧，我跟住講嗰兩個，一個關於港獨，一個關於言論自由咧，係同嗰個個案冇關嘅。不過既然坊間有咁嘅揣測，港獨嘅問題政府絕不容忍，呢個係立場。言論自由、結社自由、新聞自由是我們的核心價值，政府亦都會堅持捍衛，亦都是我們的立場。許智峯議員，講埋呢啲嘅咩官腔，敢做咧就唔敢認，又唔敢解釋咧，就唔係君子嘅所為。我亦都相信咧，市民係唔會接受嘅。咁所以，如果係因為北京唔喜歡，或者因為你覺得呢位記者嘅言論作為而唔俾佢入境嘅話，點解唔敢公開承認啊？如果你連你條紅線畫喺邊度，你都唔敢話俾市民聽，香港會變成一個咩社會呢？日後主張反對廿三條嘅人，主張爭取真普選嘅人，可唔可以嚟香港工作呢？可唔可以入境呢？係咪將香港變成一個咁嘅社會呢？特首，行政長官，就住呢個議題咧，我已經係重複咗好多次啦，所以我就唔答啦。不過既然許議員提到咩係君子咧，君子起碼嘅要求咧就係動口不動手。張議員，多謝主席。特首咧就自由黨對你今年嘅施政報告喺房屋嗰方面咧，我哋係好支持。同我哋自由黨覺得應該填海啊，喺棕地啊，同埋呢個呢啲問題，我哋都係公私營合作。你而家叫土地分享，我哋都支持。同埋你提出嚟嘅做法，我哋支持。交通嗰方面咧，我哋都係覺得係做得好嘅，特別是個隧道分流，我哋已經自由黨講咗好多年。不過正話你答阿邵家輝嘅問題，講緊輸入勞工咧，你就話希望而家你做咗咁多嘢咧，啲工會就覺得即係都可以環境可以好啲，同佢哋講輸入勞工。不過我覺得特首咧，你真係唔好即係發夢啦喺呢一方面。點解咧？工會啲代表咧就慣性貪得無厭。咁咧就對佢又再會同你講，上屆個特首已經走咗我數咯喎，標準工時未嚟喎，勞工假又未夠喎，咁所以咧，我覺得你應該好似你喺個地嗰方面大刀闊斧，其實你睇到嘅成個香港而家我哋經濟根本係人手不足，我哋冇人係冇嘢做，同你正話講
沒有地，很多事沒得做。特首，我想跟你講講為何我們自由黨對你的施政報告有意見，因為沒有講營商環境，雖然你剛才都答邱騰華有講，你沒有聽嗎？但是現在戰爭打到埋嚟個中美貿易，不要講話股市呢幾日冧，股市冧可能聽日起。咁但係其實大家都睇到咧，去到明年一月嘅時間咧，所有啲單要趕嘅、要落嘅做曬嘅。咁但係之後我哋點咧？你而家一口氣推咁多樣嘢出嚟，雖然你話產假唔關你事啊，咁我政府找曬數，但係對沖係好大件事。而家咧個侍產假又嚟。不要忘記我們的最低工資，現在報紙說到37.5，我有理由相信他，不知道報紙經常說的話那麼準，包括你的施政報告，我們行會員都不知道的時間就哇很多東西賣出來，還叫我去回應。所以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就希望想問特首，你說就說了，但是其實所有這些的福利給員工不用一次過來的，可不可以斬件啊、等啲即係工商界可以唞下氣啦。行政長官，主席，張議員提嗰啲勞工嘅福利嘅建議咧，我都已經講咗一次噶啦。強積金對沖係已經纏繞咗打工仔好多年，亦都多次諮詢，今次政府提出終極方案，所以呢個不能延後。產假嘅安排咧，其實我哋係落後於好多嘅先進國家，唔好話先進國家，有啲唔係發展好好嘅國家咧，個產假都係比我哋做得長嘅。咁所以我希望咧，亦都係盡快做。政府亦都會帶頭做。其他嗰兩項咧就係工商嘅康復同埋工業嘅安全。咁點解要扣起唔做咧？可以早啲令到工業係安全，少啲人工人會受傷，受傷工人早啲可以康復回去到勞動市場啊。咁所以我就睇唔到有咩空間可以扣起嚟到做。正如我所講咧，良好嘅勞資關係對於香港嘅經濟發展咧係非常之重要啊。而特區政府亦都係好重視商界，因為畢竟咧商界係我哋經濟嘅動力啦。咁所以面對住中美貿易帶嚟嘅壓力咧，就我哋都係率先即時就回應，提出咗一系列嘅措施啦。而其他嗰啲好多嘅措施喺施政報告，無論係舊年一份、今年一份咧，都係講緊營商環境嘅。譬如做咁多政府對接，即係我真係出外係每一次都係同商界去創造一個營商嘅環境。阿邱局長最近去美國，亦都係做呢樣嘅工作，去簽訂好多嘅協議，亦都係為咗一個好嘅營商環境。今次提按住有啲議員提出，香港仲有新進嘅工業嘅潛力，好似阿吳永嘉議員都提過，我哋做再工業化，咁全部都係為咗營商環境嘅改善嚟到去做嚇，唔好講話減税啦嚇，舊年我哋仲減咗税添嚇，咁所以希望大家都平衡啲嚟到睇，我相信咧就我哋做完呢啲勞工權益或者係福利嘅措施咧，我哋應該有個更加好嘅平台，可以大家再坐埋傾，究竟下一步人手不足的問題咧，應該點樣去解決啊？多謝主席。主席張仁業，特首，你正話講到好多啲先進國家，正話你引述新加坡咁都有呢個產假俾。不過新加坡咧係一個好大嘅即係勞工嘅輸入嘅地區。咁點解我哋咩嘢都睇新加坡？人哋做嗰啲嘢好嘢，對營商環境係好嘅。你又不去跟下學下，仲要大家去傾同工會傾嘅。你同工會傾咧，真係與虎謀皮，我睇到幾難傾得掂。行政長官，我最近對於呢個成語好有意見喎。好多人話我與虎謀皮，我同泛民又與虎謀皮，我同呢個又與虎謀皮。我冇做任何嘢，我都係只係公眾嘅利益為依歸嘅。新加坡政府嘅最大工會嘅領袖咧，是他的內閣的成員，即是他曾經是一個內閣成員，可以做去即是工會的領袖，所以跟我們的勞工的環境是很不同的，我們都是要大家互讓互諒，好地來談。多謝主席。姚思榮議員，多謝主席。特首，很多謝你能夠兌現這個競選的承諾。去年由財政司司長舉行了跨部門的會議，統籌解決旅遊相關的問題。商經局咧喺舊年嘅十月咧，亦推出咗香港旅遊業發展嘅藍圖，令香港嘅旅遊業嘅發展咧有個方向。
去年在支持旅遊業的培訓、資訊科技應用、推廣方面，政府亦增加撥款。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今年的入境旅遊已經有所復甦。但是今年的施政報告有關旅遊業的篇幅並不多，主要集中在改善硬件投放方面，譬如是傳統的景點和會展的場地方面。但是如何善用現有我們的旅遊資源呢？著墨並不多。現在的郊野公園、文物或者這個博物館仍是散落在不同的政策局負責，資源是比較分散的。如果能夠充分利用起來呢，那我看更加好。內地呢是有文化旅遊局、旅遊部統籌文化旅遊的設施，但香港是沒有的。我想問一下特首，會不會呢建立一個恆常的機制，統籌各個政策局所涉及的旅遊資源，在做好保育的同時，使到這些旅遊相關的資源能夠充分地調動起來，令到香港的旅遊業能夠持續健康地發展起來。行政長官。多謝主席，多謝姚議員的提問。就旅遊業是香港產業的一個重要的支柱，所以我們在推動旅遊業的工作都是不遺餘力的。按住去年推出的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已經積極推行一系列的工作，特別是吸引一些來到香港可以深度旅遊，就不是只是來買東西、吃東西，所以在各區，譬如先有舊中環，然後現在有深水埗區，每個區呢就令到它更加可以吸引到遊客。今年在硬件方面一個突破呢，就是歷史悠久的山頂纜車。我們已經跟山頂纜車談過同意，亦都得到行政會議批准呢，就會它是投資超過6億5千萬元呢，就是改善山頂纜車。希望今天經常見到很多遊客在這裡排隊的現況都得以改善。姚議員具體提到就是有沒有可以加強統籌成立一些機制，例如一個新的局呢，如果要成立一個新的政策局呢，我首選都是分拆運房局，因為運輸和房屋呢實在是太過重大的責任，所以如果我有這個能力、有這個空間，議會亦都有這個支持呢，可能首選是要處理房屋和土地那個是否能夠更加結合得好。但是沒有一個政策局不是等於我們政府內部不統籌、不協調，所以我在今次施政報告都特別是交代了，雖然改組是有效可以令到相關的工作放在一起，有一定的協同效應做得更加好，但如果不能夠改組，就透過我本人和司長呢，就是統籌有關的工作，譬如在創新的科技是我自己統籌，往後的粵港澳大灣區是我自己統籌，就政務司長更多了，青年、兒童、少數族裔都是由司長統籌，而旅遊呢就屬於財政司司長的，所以我相信財政司長會繼續扮演這個高層領導和統籌的角色。多謝主席。姚思榮議員。特首，雖然過一年呢旅遊業剛才我所說是有所復甦的，但我們旅遊業界呢面對這個互聯網、產品供應商直銷的威脅，經營是相當之困難。今次的施政報告並沒有提出支持或者支援業界的具體措施，反而在取消強積金對沖方面呢提出一個這樣的承諾，這是難免造成我們中小微企旅行社的壓力的。我想問特首呢，會不會繼續呢諮詢業界的意見，在未來的財政預算案的撥款方面呢多些支持我們旅遊業界，使到呢可以進一步減輕業界的開支呢，或者在其他方面有更多具體的措施呢？行政長官。財政司司長在昨日的回應呢已經說完成了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呢，他很快就會進入去有關於下一份財政預算案的諮詢工作，當然是包括諮詢本會的議員和各個界別，我都或者請姚議員呢，你可以收集一下旅遊界的議員呢，就跟財政司司長講。劉耀強議員。是主席，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提出明日大嶼的願景，包括是填海、東大嶼的人工島，我十分贊同的，因為等到港珠澳大橋通車之後，大嶼山將會成為
香港連接世界和大灣區的很重要的接口，所以發展大嶼山附近一帶是刻不容緩的。不過呢，這個願景計劃將會重新規劃屯門的內航碼頭和龍鼓灘一帶的地方。我比較關注龍鼓灘的命運。首先我申報我是原居民，亦都是龍鼓灘村的代表。自從屯門新市鎮發展之後，所有厭惡性的設施，例如發電廠、堆填區、骨灰坑等等，都是在龍鼓灘的附近，對環境造成無可補救的傷害。政府一直呢都想填龍鼓灘的海灘，那裡是提供220至250公頃的土地。根據可行性的報告研究，龍鼓灘這個填海的土地是不適宜是住人，只能夠作工業或者其他用途，甚至可以擺放是棕地的作業。我想問行政長官，是否打算在這裡是作是為是棕地作業的遷置地方呢，以及其他厭惡性的設施？如果是的，即其實駕車經過龍鼓灘就知道了，你經過一帶就會車就會黐滿很多灰塵，那裡空氣又差，微塵又多，居住健康是受到很大的影響。如果是政府堅持填海，應該有責任 是交出優化這個地區的環境和改善對外交通的方案。特首，你有沒有什麼方法是減少龍鼓灘的一帶居民是因發展而受到不必要的負面影響？行政長官。多謝主席。首先呢，我想原則性講講呢，即係近年將填海呢就即係妖魔化得好緊要。香港嘅成功呢，真係咁多年嚟開埠以嚟呢都係靠填海嘅。好多新市鎮都係靠填海嘅。金融區又靠填海嘅，新機場又靠填海嘅。我細個呢，即係由細個到長大二十歲，我都住喺告士打道。我係目睹告士打道喺海邊就一直填出去。當時都係覺得話香港有前景，我又多咗地可以喺各式各樣嘅住宅，而家仲有一個會展中心啊咁樣。咁但係當年嘅填海技術同今年就差得太遠啦。今年即係而家嘅填海技術更加先進。咁所以如果認為填海必定係傷害嘅生態呢，這個我哋都係一定會保證。填海會否傷害到附近嘅居民呢？我哋亦都會樂意咧，係同附近嘅居民嚟到去傾。所以今次係同龍鼓灘，因為有呢220公頃嘅填海咧，我哋亦都可以，亦都會願意咧，係同龍鼓灘嘅村民咧嚟到去傾。事實上喺新界西北嗰方面咧，冇錯，多年嚟咧好多相對認為係厭惡性嘅設施咧都擺喺嗰度，但其實最新嘅環保嘅設施咧，佢未必係厭惡噶。我都去過 V Park、T Park。即係呢啲係處理污泥啊，同埋係廢電子器具嘅新嘅設施咧，都係用新嘅科技啊，亦都係可以俾地區裏邊有一啲嘅享用嘅設施。咁所以我哋一定會喺應用技術同埋係聯繫地區居民嗰度咧，繼續做好我哋嘅工作啊。多謝。劉宇強議員。係，如果政府係堅持要填海咧，其實喺個附近嘅土地，特首所講嗰、那個爭咀呢一帶咧，其實都可以考慮係填嗰度嘅，因為嗰度咧係有堆填區啦，同埋有卸泥區。咁政府願唔願意喺呢個填海嘅位置喺爭咀附近咧做一個可行性嘅報告咧？唔該。主席，我而家唔記得，因為喺2011年由我提出嘅優化土地供應嘅填海選項咧，一共係25個嘅。我不知道當時有沒有你剛才提的那個選項，如果有結果的看法是怎樣，所以容許或者發展局局長回去check 一check 過往的情況，跟劉議員交代一下。何俊賢議員。多謝主席和林鄭特首。剛才林鄭特首開場白都講到，今天很多新聞都講到明日大嶼願景的計劃，其實在政府有意無意的放風底下，填海已經不是新聞了，不填海才是新聞。但是呢，漁民亦都做足曬所有嘅心理準備，可能政府會提出填海嘅計劃。咁反而呢，做好曬呢啲心理準備同埋呢啲期望管理呢，我希望特首呢都要明白，佢哋嘅翹首以盼呢份施政報告裡面提出嘅嘢呢，並唔係話特首唔填海，而係政府喺填海嘅時候如何擺平，如何去緩解
各個行業甚至係持份者裏面一啲具體所面對嘅一啲衝擊，其中頭先我所講嘅漁業啦、土地共享計劃裏面嘅農地上面嘅農户啦，甚至係環保業界。咁但係咧，我睇完成份嘅施政報告咧，只有64段講將人工島嗰度變成零碳排放，146段嘅漁農界裏面咧，只係話多個養殖區同埋繼續做新農業政策。其實呢啲其實同填海嘅計劃裏面咧係冇一個直接相關嘅。咁當然我明白到施政報告始終篇幅有限，我想問一下特首，是不是在施政報告之外，政府裏面已經有個覆稿可以去緩解這些措施？如果這些緩解措施政府是沒有辦法去正面回應的話，我相信政府的填海計劃一定會遇到非常大的阻力的。行政長主席，多謝主席。首先多謝何議員咧，都係支持我哋推行呢啲工作。不過提點我哋咧，喺嗰個所謂緩解嗰方面咧，要落更加多嘅功夫同埋心機啦嚇。填海係有一個好長嘅過程嘅嚇，咁所以喺個過程裏邊咧，相關嘅問題我哋一定會認真處理，否則嚟到呢度立法會都係爭取唔到支持。咁所以希望何議員喺往後我嘅即係辦事處裏邊進行呢啲嘅工作嘅時候咧，亦都多。反映俾我哋聽，漁農界喺呢啲工作嗰方面嘅意見，我哋一定盡量咧可以做到你剛才講嘅緩解嗰個嘅效果啦嚇。何俊賢議員，主席，咁當然啦，我對特首呢句説話咧，就即係呢個答覆未必係非常之滿意嘅，因為我哋過去咧，包括我哋民建聯喺3-4年前咧，都提供過漁農業嘅可持續計劃。咁但係今日嘅施政報告推出咗咁大型嘅人工島咧，我哋可能翻去推翻翻，覺得嗰份嘅持續計劃咧，可能都要重新去調整。咁然而咧，我希望特首要明白，而家嘅漁農界面對嘅問題並唔係話你俾一個基金佢。或者是優化了一個補貼的計劃，哦，即是你填海了就發錢給你了，或者是多一個園漁區能夠搞定的。我希望特首能夠用一個創新的思維去解決漁農界問題，其中包括什麼呢？就是如何將漁民整體結構的轉型，因為現在漁民大部分有7-8成都是捕撈漁業的，所以為什麼政府填海困難？所以我希望政府提出具體的轉型設施，例如會不會在新填海區或者香港現有的土地其他地方興建一些新的漁業設施，讓他們有一個真正的機會轉型，減少政府或者是社區發展所面對的壓力的時候漁民的阻力。多謝主席。行政長官，我請相關的局長可以研究。不過當然呢，以前都有做的休閒漁業的推廣呢，都是幫助漁民來到轉型。有其他的工作，如果跟在土地分配那方面沒有很大的衝突，就我們當然會是認真考慮。但現在土地極為短缺的情形之下，如果任何這些特別照顧某一個行業的方案，也都是要徵用大量的土地，那我們要作出一個很審慎的平衡。馬鳳國議，行政長官，重組政府架構成立文化局咧，係你競選嘅時候嘅政綱部分嘅內容。喺你舊年發表嘅施政報告當中咧，你曾經表示會就成立呢個文化局咧，係進一步聆聽各界嘅意見。但係喺今次嘅施政報告裏邊咧，分拆同埋剛才你都講咗，分拆運輸及房屋局作為一個重要嘅要行先嘅嘢。咁設立文化局咧就隻字未提。而在過去一年亦都未聽見你會準備去諮詢意見。事實上，文化藝術界一直都有訴求，希望有一個專責的政策局去主理文化工作，專注推動文化發展。我當然是支持這個建議，亦都曾經對上屆政府和今屆政府即閣下是建議成立一個叫文體旅遊局，希望藉此發揮三者的協同效應。而這個做法亦都在國際上其他一些國家是取得一個非常好的效果。我估不到的就是我這個建議居然在國家層面是被採納。今年3月國家在進行體制改革的時候，將國家旅遊總局拼入了去文化部，成立了文化及旅遊部，即是說明這個建議是有很值得參考 的理由的。我認同行政長官早前說架構重組是一項複雜的工作，正是因為工作複雜就需要更加多的時間去準備。我想問行政長官，你會何時開始去啟動這個架構的重組，
成立文化局或者是文體旅遊局的工作，包括一些前期的諮詢工作，你有沒有信心在你任期完成之前呢可以完成這個複雜的工作呢？行政長官。首先馬議員就作少澄清，我在競選的時候並沒有承諾成立過文化局，我是說政府政策架構的改組是有時有必要性，我聽得最多的意見呢就是成立分拆運房局和成立文化局這樣。但當然你問我呢，我都是覺得是有利的，因為文化呢現在分拆在民政事務局，就是做一些康樂文化事務署那種文化演出 的事業，另外呢就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呢就是多些文化產業，譬如創意產業，今年我們在施政報告提出的電影業那些，這樣所以理論上是有協同效應將它放在一起，有一個人去發展的，但實際上呢就都是很勞民傷財，就是要很大的精力，你問我我都問過一下不同黨派改組呢，運房局較多議員支持是遠遠多過文化局，所以本人都是先易後難，如果我下一步要啟動的改組工作，正如今年的施政報告提出，就開始進入去研究運房局那個的情況，暫時恐怕文化局就並未在短期要啟動工作的議程之上。馬鳳國議員，主席，我想問行政長官，是不是的意思就是說如果分拆運房局是未能夠完成的，你是不會開始做這個就是考慮成立這個文化局或者文體旅遊局，那個程序是不是這樣呢？另外我剛才問的最後一個部分就是你有沒有信心可以完成得到，在你這個任期裡面完成到這個就是考慮就是文化局是否成立的一個這工作？行政長官，正如我剛才很坦率地說，現在文化局的籌備去改組或者去成立都不在個議程，當然現在沒有辦法要告訴你根本是這任裡面這個任期裡面是否做到，事實上運房局是否做到我都沒有這個信心，但當然如果做得到，我覺得對於以後我們推動土地房屋是有助力的，而土地房屋的問題不會在幾年之間消失，所以這個工作會稍後來到去進行，今日都很難做，因為運房局都忙緊很多的基建運輸的事，我都不想同事疲於奔命，所以文化局就更加是後了，所以恐怕就真的不可以在這裡承諾在本屆任期之內大家會見到有個文化局的設立。陳能斌議員。多謝主席。橋稅的收費一直都是非常敏感的話題，包括呢是三隧分流和青嶼幹線取消收費。在今次的施政報告裡面，特首你的方案呢就是說將幾條比較塞的隧道你加價，然後呢西隧你就減回20元，個結果得出來呢就是大家都覺得幾面都不討好。東隧你加了錢呢，他們基本上塞車就沒什麼改變過，但是呢就給多了錢。紅隧你給多20元，但是他平時不塞車的時間呢一樣是照樣要給多20元，唯獨是呢就是西隧可能減少了20元，那有部分市民得益，但是他們換取來的時候呢就是西隧都一樣會照塞車，那所以三條隧道一起塞，三條隧道的市民呢一起遭殃。其實三隧分流當年我們提過給政府有不少的方案，包括是分段時間有不同的收費，又或者提出一些優惠的措施去吸引一些車流使用西隧，而今次呢政府就沒有用到這些方案。我想問一下特首，這個這樣的做法是怎樣評估出來，還有會不會就住現在傳聞中的那些收費呢你會略為調整，令到呢大家都不會遭殃呢？行政長官，首先呢就是三隧分流這個議題呢在本會時常都追問的，政府你會不會做事，會不會回購西隧，會不會這樣會不會那樣，所以運房局是有研究進行中，照我所知呢這個研究也跟大家介紹過，所以這個現在得出來說如果能夠達至這種的隧道收費的水平呢是應該有效呢，這個不是我說，也不是陳局長說，是個顧問研究說的嘛，我都問過是不是真的40、40、50就有效，
計出嚟、推算出嚟咧係有效嚇。咁但係你講嗰個咧就係一個現實問題啦，即係一位駕駛人士，我從來都唔會用西隧嘅。突然間即係因為你分流，因為你理順啲隧道費咧，佢俾多咗，呢個係冇得避免嘅嚇。如果我哋要做到三隧分流嚇，恐怕喺施政裏邊咧係冇無痛嘅方案。每個方案都是有些痛楚的了，但是為了整體的公眾利益，大家是否願意去接受一個有少少痛楚的方案，希望達至一個大的復原？如果我們要三隧分流到少了擠塞，我們整個城市要 mobile 要動到要復原，那就要有少少痛 的方案啦。所以就在這個方案裏面，不是即是在西隧那裡減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即係因為大家不要忘記，今日的西隧70元，你話減到50元不是很犀利，但係西隧會加價噶嘛？西隧仲有大把空間加價，亦都唔使問各位，亦都唔使問我哋嚇。咁所以點樣喺呢個情形之下確保咧？由而家到2023年即係西隧約滿嘅時候，呢啲隧道嘅費咧係能夠保持一個理性、理順嘅方式，能夠分流咧。就留待陳局長咧再同大家詳細解釋。我咁嘅睇法都講過㗎啦，我哋盡咗最大努力，包括我本人做咗最大努力去做呢個三隧嘅分流。我哋呢個方案係完整嘅，我哋就交俾立法會討論。如果你認為呢個都係值得有少少痛嘅康復嘅方案，你哋同意我哋做，你唔同意翻原地踏步。就一直容忍呢個擠塞到2023年嚇，等西隧翻嚟咧，各個方案都可以諗啦。到時尤其是咧，應該全面可以用到電子收費啦，再唔需要停喺度拍卡啊咩咁咧，調校嗰個每日嗰、那個即係繁忙時間、非繁忙時間嘅空間咧，就會大好多啦。多謝陳亮斌議員。主席，其實特首要選擇的方法是有很多的，咁我亦都希望政府咧，雖然提出個方案，咁我哋立法會咧亦都有很多其他的建議俾政府嘅，咁希望咧政府係能夠用一個開放的態度去幫手處理呢一件事，就唔係話你揀定呢一個方案咧，大家一係有一係冇呢種做法咧，我覺得未必可取。另外，青嶼幹線我哋希望取消佢個收費，剛才未回答，唔該。行政長官。我哋已經喺呢啲議題度聽咗好多意見啦，但係恐怕咧，因為今次涉及一間私營公司啊，咁所以係有一個大家嘅即係基本同意咗嘅方案嚇，即係唔可以喺呢個方案裏邊選擇性咁呢樣做，譬如西隧一定要減價嚇，諸如此類咧唔得嘅，係一個一套嚟嘅嚇，咁所以希望大家咧都係整套方案去睇，然後話俾我哋聽咧是否能夠接受。至於有些車，我們今次真的免費呢，就是從那個使用路面的效率，越使用路面高效率的車，例如專營巴士，一架雙層巴士呢載百多人用那個路面呢，我們就零收費了，也都包括是道路，包括橋，包括隧，都是零收費。一方面呢可以鼓勵多些市民用公交，因為零收費賺了錢或者慳了錢呢，都是會回饋給那個乘客各方面。多謝主席。行政長官答問大會到此為止，行政長官現在離開會議廳，請各位議員站立。請各位議員不要在這裡叫囂。范國威議員，你再繼續叫囂的，我會命令你出去。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2018年10月。